他找的到处都拿板的。不晓得情况下，他这山里头拿出来的。啊。现在目前看来还不，好像是腰上有伤，其他还具体不是很清楚。因为我们前天来的时候走的时候，这条都有，晓得不？ 没有，没得。就这条。关键是没得设备。啊，现在好。嗯。我现在特别着急，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发现新地道了，现在需要我们的装备进去。 需要这个捡车啊、扩车啊，还有这些机动的东西，我们现在就是进不去。帽子给他扯到帽子。翻山过来顶，翻大山，那啥搞得下去？